南非路球场欧洲联赛冠军杯十六强的第一回合比赛，利物浦主场对住拜仁慕尼黑。咁亦都系咧，就十六强嘅一场好强嘅戏码啊！咁上半场啦，红衫主队嘅利物浦啦，咁啊接到较多嘅起嘅机会啦。咁啊，沙拿一场波其实即系射波机会唔多噶，依下有啲难度。伊达神一个好靓嘅长传，贪到尽，紧紧阻佢贪到，咁啊当然力度就唔系好足啦。佢都赞赞咧，其实拜仁一场波防守方面仍然都系成场波贯彻好严密，俾唔到太多嘅空位俾到利物浦咧做一啲嘅进攻啊！近見到利物浦嘅後場啦，你想逼加咧就俾阿利物浦司機逼，呢度都見到咧跌跌跌撞撞啦，詹姆斯羅迪古斯俾翻啦呢邊，正選嘅高文喺聯賽裏面就啱都有入球嘅球員射中咗網側，上場幾特別嘅，因為利物浦嘅勢係較強嘅，咁但係拜仁慕尼黑反而咧控球百分比係更加高啊，不過開出嚟啦，咁跟住亞歷山大奴咧再俾你後處嘅時候咧，沙拿嘅衝頂，麥拿巴衝緊埋嚟啊，所以頂起上嚟都有啲顧忌。是啊，冇錯，要收一收。不過讚讚咧，阿盧咧喺左路第一時間咧 drop kick 咁樣入落去，做得好靚啊！傳送啊！今場波啦，個三帽都喺曬度噶啦，費棉奴啦，咁啊，另外就係文尼以及沙拿。基達依家起腳散中人嘅，咁就睇翻呢個波咧，文尼係冇越位，不過一個大車身。咁最後依下嘅射門就射得唔係好型啊，少突突地。咁最後就唔係佢命中目標。另外仲有咧，就係話其實喺禁區外邊嗰個射門咧，就當時舒拿落地嘅時候咧，仲冇手噶，不過咧冇任何嘅跟進嘅。佢呢邊咧就拿比底下似乎就更加適合射門嘅，咁佢再推多嘅時候咧，個波唔係射得好型，不過亦都要阿里信逼加咧飛落去咧，將個波係叉走。咁依個波咧就勝在角度啊，咁加上依一場波就雨戰嚟嘅，同埋天雨路滑，知一知。沙拿咧呢場波就發揮唔算話好流暢，但係依後腳好靚，俾阿費明奴依邊第一時間撞射咧，就做依邊嘅祖馬迪啊，依位中堅咁就喺前邊啊！依一場波其實祖馬迪都上下半場都有啲射門機會啊。咁另外都要留意下侯姆斯啦，最尾咧就腳背咧都係攪出嚟啦，封得幾多角度得幾多角度，非常之好嘅意識。見到下半場嘅比賽啦，呢度一個射門咧嚟自拿比啊，個阿仙奴嘅舊將。影媒體都叫佢做咧基拿比或者係格拿比啦。咁喺雲拿當嘅壓力之下咧，呢個波亦都射得唔錯啊！勁噶，射得幾型噶。咁啊，雙方都有啲換人調動啦。嚟到下半場嘅尾段，依下飛到盡噶啦。多斯角度比較窄啦，搶個點啦。咁啊，最後發力啦，文尼都做得好好噶啦。當然啦，亦都最後有少少嗨到人，不過咧又扭翻已經封曬個近柱位，都好穩陣。最後兩隊波都打成零比。和拉杰迪都是很保守的，没什么怎样上去助攻。上半场尾段一次很漂亮的组织来自里昂，几下第一时间的传波，再次射门都是迪哈尔，但今次左脚射到埋里就吃得不赢。上半场里昂有三次的埋门，当中就两次中目标，这一下就第三脚了。虽然就不中目标，但在个过程之中看到巴图都挺有信心的。好啦，下半场嘅比赛啦，里昂咧就继续咧都系同巴塞罗那就拉成均势嘅。陈奥尔呢下咧就想扭入去啦，咁啊困翻个波出嚟，咁啊跟住咧迪比啊
在个禁区右路咧咬腰，第一时间咧就射翻向远处，但个波咧可惜咧就啱啱前面出界。喂，随住时间嘅过去啦，真系先我亦都系将个防守或者战术系偏向保守一啲。喂，之后咧李昂亦都由个四四二阵式变咗做五四一啦，咪令到巴塞隆咧更加多嘅射门。咁啊，美斯今次射门亦都系咁多门将东尼卢美斯。好啦，跟住咧换入咗古天奴之后咧，个形势上啊更加好啊呢、這个巴塞隆啦。好似呢球波咁啦，左边嘅佐迪艾巴一个地波传中，咁啊苏亚雷斯就走翻转头咬腰用嘅左脚去射波，不过咧可惜啦，射波之前咧自己啊跣脚啊吓，呢、這个波啊嘥咗。好啦，跟住又系古天奴啦，俾佐迪艾巴啦，跟住呢个波斩埋嚟远处，后边入替嘅维达尔啊批咗个波落去底线嘅，美斯啊留到，再咧就兜翻个大圈，再俾翻出嚟中间嘅巴斯基斯射波。但系佢嘅射波咧，又再次过唔到对方嘅门将安东尼罗比斯啊！咪成场比赛巴塞有25次射门，得5次中目标嘅啫。咪对于佢哋嚟讲就梗系唔合格啦。咪苏亚雷斯避过咗咧就系杜保亚，咪传到埋嚟远处，比斯森马洪尼再射到埋嚟，咪苏亚雷斯咧飞到尽想话再上加头亦都唔成功啊！咁最终咧呢场首回合嘅比赛咧，大家就0-0打成平手啊！咁啊留待咧第二回合啊再分胜负啦。